大家好，今天下午我来到就是壮溪镇，这儿属于哪儿呢？万华村九子。你贵姓啊？我姓秦。你怎么接触我们这款巧克力的呢？你们家的宣传这个巧克力的那个的吗？你是试一试的这个感觉来用那个巧克力搞啊，但是你用了之后是怎么样子用的呢？你用在你这个玉米地？每亩20斤嘛，是单用吗？还是搭配到其他？搭配到有其他的药材。在你玉米上面，你觉得有哪些突出，还有一些方面的一些效果出来？反正用了嘛，它比抗病力要强一些，比较强一些吧。别人家没用过的，对比就是抗病性要强的，是吧？啊。还有其他有没有突出表现呢？反正呢，用了这个都比以前更好嘛，它的那个根系啊那一个。像叶片这些来的呢？叶片给它清洗洗嘛。因为我们一直推广了哈，就是在这个玉米地上面，我们就是用20斤，你每次用一上去，它一定会带来一种抗病性，很坚强。所以说用了之后你就少打药，对吧？这个药钱又节约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一直没打过蚊子。你这用了就没得过个啊？你觉得对我们这块产品怎么样的呢？好是好。下次你继续用其他肥料之后，也要去加配到我们巧克力一起用，是吧？来，我们为巧克力点个赞，亮亮。